今儿嘞，咱新的英文名是你来念来一部。啥子来哟？是累。哦，念累哟。你说哪个爪子啊？我那个英语老师喊我多练发音的嘛，我都先从那个明星的名字学起。我今天学了很多，你听到我给你念哈。无泪看多了也溜，所以无泪叫溜。吴亦凡叫可认识，因为太可会认识。我自己编的呀，这样好记一点。杰克森是王嘉尔，因为帅哥杰克森。陈奕迅要叫雨笋，止于竹子不雨笋。陈伟霆要叫威廉，因为他有小威廉。刘昊然叫 Triple，我问兔子 Mirable，我自己看着拼出来的呀。拼出来的刘昊然应该叫兔子宝啊。叫你没事多读一点书。英文发音里面 R。我念瑞，念瑞，